今天是这个星期六，所以我不要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是讲那些这个无聊的时事啊，不能这样讲我们的时事，只是说周末的时候换一个口味吧。那我现在在这个纽约的这个拉瓜迪亚机场。那么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叫曾建斌啊，他曾经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是我的大哥，我们在一个部工作，那么这个他的资历比我深很多，然后给了我很多的关照。后来我们一起去深圳的时候呢，我在报社工作，他在深圳广播电台。深圳广播电台当时候的条件非常简陋啊，深圳的很多地方，很多事情的发展呢，都是从最最低的开始发展起来的。不过我们经常一起呢，就是去采访。其中有一次呢，我们去了大禅岛啊，就是林登洋上的大禅岛，那个上面有这个巨尊，有这个海关，有这个武警，有这个卫生航日站。那么这个我们要采访这个当时还是讲这个广东的货物主要是饮食方面的这个产品呢，怎么进入这个香港被检查，被那么这个包括吃的这些鸡啊、鸭呀、鱼啊这些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我是一个文字记者啊，所以我就比较随便和懒惰。那么曾建斌先生呢，他是一个电台的记者，他非得早上起来啊，一大早去录制那个海浪的这个声音，而且他也跟他的观众讲了啊，这是我凌晨几点钟啊，在这个大禅岛录的这个声音。我们就笑话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很真实的告诉我的观众，我这个浪声就是真的。那么另外一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 BBC 工作，英文的啊，他就曾经去参与这个采访，听到一等这个火车的声音，要录这个火车的声音，一定要录晚上几点几点，他就不会把用另外的声音，另外一个时间的声音代替，他一定是录制了个凌晨几点的这个声音。这就是老一代这个媒体工作者的给我留下的一些好的这个教育帮助啊，那么就是一定要真实于这个真实，不能用一个虚构的一个或者是另外一个一个场景来去这个来代替你跟观众讲的这个场景。不过曾建斌先生在我离开深圳以后，他很快去世了，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他啊。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讲一讲拉瓜迪亚机场呢？因为我正好一早就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节目有时候还要展现出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有的不一定是有思考啊，即使是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也跟大家这个分享啊。拉瓜迪亚机场呢是在纽约市纽约市的一个机场那么因为它离曼哈顿很近，又这个地处这个纽约市的皇后区昆士区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机场。但是呢这是这个它的航行的范围是有一些限制的，好像最开始是2000多公里啊，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它的跑道也跟别的机场的跑道不一样啊，就是有几家航空公司的专门为这个机场啊设计了台北的这个飞机。那么这个飞机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呢，它主要是航行美国国内的航线啊，可以到洛杉矶也可以呢到美国的大部分的这个这个州但是它也有一部分国际航线啊，国际航线主要是跟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和其他的几个城市。那么有趣的是这个拉瓜迪亚机场呢虽然它叫国际机场，但是它的海关呢很小，海关很小，主要是应付就是比较有限的几个岛比如说百慕达因为它是英属的进入美国以后呢经过这个海关，所以呢在这里设了一个小小的海关。但是呢从加拿大到这个拉瓜迪亚机场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美国把海关设置在加拿大你可以说美国很霸道，你也可以说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很友好，当关系友好的
10号啊，关于当这个国与国之间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即使海关在不在那个地方也无所谓啊。我是最讨厌海关的一个人啊。那么所以你如果在多伦多乘飞机了啊，到美国，如果是你的这个入境地啊。这个你的飞机降落地是哪个地呀 ？OK， 你就很方便。你在多伦多的国际机场呢，你就会就是办了这个入境美国的手续。那么你到了哪个地呀机场的时候呢，你是跟一个美国普通的国内的这个航线的人一样的啊，这个进入美国。好，哈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了，就是把这个海关设置在另外一个国家啊，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存在这种现象。拉瓜迪亚机场我前面讲的是纽约市的这个三大机场，但实际上在现实中生活中间呢，大家讲纽约的三个机场呢，拉瓜迪亚机场是最小的一个真正比较大的机场是肯尼迪机场 JFK 机场。 JFK 机场那当然是全世界闻名的这个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这个国际机场之一然后也是当然也是美国最重要的这个一个这个机场。但是它在长岛长岛是不是纽约市，是纽约州它有两个郡那么呢，但是呢就是大家你混淆起来一般搞不清楚了，它是在长岛，即使困死了也是长岛一部分，只是在行政区划里面呢，他划给了这个纽约市。那纽约还有另外一个机场叫 Newark 机场我们或者叫新泽西机场。那么 Newark 机场它的地方不是在纽约它也不是在纽约市，也不是在纽约州，它实际上是在新泽西的 Newark 市但是呢，很有趣的是这三大机场都是有同样的有两个政府部门来管理包括拉瓜迪亚机场，包括这个肯尼迪机场，包括纽瓦克机场，都是由新泽西的港口服务局和纽约市政府呢联合的管理纽瓦克机场那当然更偏向于就是说大家往宾州往新泽西这个方向，但是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这个机场呢相对来讲它的成本比较低一点，所以呢有一部分航空公司呢为了节省这个成本呢也愿意降落在纽瓦克这个机场尤其住在曼哈顿的时候，它呢因为纽瓦克机场也是比较近有一些航空公司飞中国的这个以前飞台湾的长荣公司都是在纽瓦克机场现在一些美国公司好像必须要大的航空公司它之前飞这个中国的就是这个纽瓦克机场当然成本最高的是JFK 机场那么拉瓜迪亚机场我们知道为什么叫拉瓜迪亚呢，就是纽约市长的一个市长的这个名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他以前呢经常要在纽瓦克机场下飞机，或者是 JFK 机场下飞机，他很不爽他觉得我们纽约市应该有这么一个机场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为纽约市争光但实际上是跟这个机场还是因为建在一个海湾旁边，就是在法拉盛，我们知道的很熟悉的华人聚居的地方，一个法拉盛的一个旁边，那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海湾呢，由于这个航空公司由于这个机场的存在，当然也有旁边的一些砂石厂基建公司的存在，使这个海湾受到很大的一个污染。更重要的是纽瓦克在这么一个人口密集区的一个市将近是一个市区的地方进这么一个机场有一点像当年的这个香港的启德机场，使它的发展受到很大的这个局限性，它的跑道也有限这个早几年有一个去年嘛，前年有一个电影讲到了在拉瓜迪亚机场一个飞机起飞，很快就要降落迫降在这个哈德森河上，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且那一天正好我也是坐这个飞机离开纽约，所以有些朋友还担心我在那个飞机上就是在纽瓦克机场这个起飞的这个跑道呢也相对来讲呢比较短。更重要的是拉瓜迪亚机场的条件和设施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这个美国的有一个副总统叫拜登就是上一届的奥巴马时候的这个副总统他曾经就批评说了拉瓜迪亚机场还比不上这个第三世界当然这个有一点夸张
有一点夸张，有一些第三世界的这个机场啊，那还是比它糟糕很多啊。啊，但是呢，不过相对于现代的这个欧美的机场啊，甚至相对于中国的新兴的机场，这个机场确实是非常糟糕。你虽然这个里面也有餐馆也有酒吧，但是你甚至这个很多的餐馆连坐的凳子都没有，很多小餐馆。就是当时的美国人很有意思，美国人不是那么的特别的讲究啊，但是呢这个实在是令这个政府官员呢，就都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所以经过了很多时间的这个缠斗啊、争论呢、终于拨了一笔款，现在正在这个改建这个拉瓜迪亚机场。所以我刚才拍了一段很简短的这个视频，放在前面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呢，这个机场呢现在正在建设。哎呀，牛年马月才建得出来，也许两年、三年啊，也许四五年，因为我在美国的这个施工这个建立的这个速度啊是非常恐惧的。像我们建一个摄影棚啊，都是搞了一个月时间，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完全完工啊。以前我在长岛495高速公路这个他们搞这个核建啊，大概我在长岛已经住了快20年了吧，那么495的高速公路的核建大概至少5-6年时间，可能更长。如果在中国那么短的一段路的这个核建的话，我不夸张的说半年吧，如果夸张一点说3个月吧，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低效率啊，因为它的工会它的社会安全它的这个品质它有非常复杂和审批的这个过程，这当然这也掩盖不了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但是很多朋友会到纽约来，他们会到这个在拉瓜迪亚机场来，所以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哎，这个故事有趣的是话要再讲一句，就是说这个市长叫拉瓜迪亚他曾经为一个人致一个悼词不是在追悼会上，而是在当时候的纽约的广播电台上面。他为谁致辞呢？就是我非常承办嘛，可以这么说吧，或者是很尊敬的这个科学家特斯拉这个致悼词，他纪念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是呢这位科学家的远见并没有得到这个纽约的善待，是因为他去世以后，这个拉瓜迪亚这个市长表示了这个悼念，但是实际上晚年的特斯拉是非常的孤独的也可以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凄惨他在酒店比较孤独的去世不过呢我现在就坐在这个特斯拉的汽车上为大家广播播放这个我今天的点点今天是特斯拉，他为这个时代的这个想象到了几十年后他的光芒再发射出来谢谢大家。